要夯到不透水，不然砖会下陷。土壤好硬，我要呼吸。终于可以吸到水了。我要找人把树根砍掉，太危险了。我也想要活下去，为什么要剥夺我的生长空间，又砍了我的脚？破坏扑灭是我的错吗？树老师教室。不是土壤粒子的大小，而是粒子间所含的空气量跟水，树木的根系跟着水走。扑面夯实后，扑面下方土壤缺氧，水分含在砖下，根系自然往砖缝生长，长大后就形成扶根的形态。我难道愿意扶根吗？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我也想要活下去，破坏扑面是我的错吗？根系生长需要呼吸，而不是选择深根型树种就不会扶根。台湾绿化技术协会邀您一同了解树木的知识。